大家好，我是指挥中心医疗应变组副组长罗毅君。自十二月一日启动秋冬防疫专案，请您共同配合以下事项：一、前往医疗照护、公共运输、生活消费、教育学习、观展观赛、休闲娱乐、宗教祭祀、洽公机关机构等八大类高风险场域时，因为不易与他人保持社交距离，且会接触到不特定的对象，请您务必佩戴口罩。二、在户外人潮聚集的场所或集会，请遵守业者或主办单位的人数管制。如果无法保持社交距离，请您自主戴上口罩。参加过程也请配合十连制、量体温、手部消毒等防疫措施。感谢有您与我们一起努力，守护你我的健康。操盘战将，大家好，收看操盘战将。今天不是重播，因为昨天家里有事情，所以没有办法来录影。昨天涨了265点，这个对我来讲很好发挥的一个议题，涨265点，再创波段新高。昨天离我跟各位讲的16000差了231点，还差231点。你们昨天都看到我的重播了哦，又重播一天，刚好昨天的重播是12号，就是前天那天跌了50-60点的，我那天的讲法。各位昨天又看了一次，看完之后，然后因为昨天涨265点嘛，你就可以看到我1月12号那时候下跌的时候，我跟各位的一个讲法，然后昨天来验证。今天大盘跌62点，我不想讲太多了，因为我觉得我再讲下去重复了，我连我自己都觉得有点无趣，所以我写到车标上，我就写到车标上给你看。从我现在跟各位讲盘一直到我节目结束，车标就是我的言论，就是我的结论，就是我的看法，我对未来的预期就是这个样子，好吗？因为我想跟你聊股票啊，我想跟你聊股票，因为我今天有帮各位准备了一档新的股票，很棒的股票，我要给大家，我要跟各位做分享。当然如果你想听我对盘势的一些分析，我简单讲一下就好了。各位，这是礼拜三的报纸，他说美国的今年就业成长渴望破底翻，非农业人口将增加670万人，创二战后的最佳纪录。我跟你讲，我看到这个讯息透懂啊，透懂啊，稳了。这是美国股的股市，台北股市，台北股市。今天的报纸说台北股市有三嘎，哪三嘎？其中一个就是嘎空嘛。你们觉得这些新闻对你们有感觉吗？我跟你讲，很多人到目前为止是很没有 feel 的，很没有感觉，无感的，你知道？对大盘，对这个大盘是有一点点既期待又怕受伤害。明明大盘已经涨到15700点，可是你们好像走在钢索一样，走在钢索一样，你们的心是悬在半空中的，你们会怕，你们老是。就是画地自限，固步自封，你们总是以为说你们是最后一只老鼠。各位，你们不会是最后一只老鼠的，
哎、欸，你在靠我节目哎、欸，我会提前跟你预告的，你放心。这个盘再接下来，我告诉你会超乎你的想象。今天早上的时候，特别跟他们在电话连线一下，再聊了一下。因为我想确认一些股票的一些，你知道，情报嘛。我喜欢做确认，我要研究它的基本面、它的技术面、它的筹码面，尤其是筹码面有没有人抵来对人啊，那个人很重要。什么人？之前这些人他们操作了哪些股票啊？那些股票之前就是他们的绩效，比如说天域啊，哦，如果天域的赢家抵来对的，天域的赢家如果在里面的股票，他除了操作天域以外也操作了其他的股票的话，我跟你讲，我要买，我要买。因为题材我们接收到的情报差不多，接下来就是什么资金嘛，那个动力、那个动能、那个力量，如果谁在里面的话，我跟你讲，那一种股票啊飙起来啊，真的会让大家，这是就是不只是跌破眼镜啊，会觉得让你们觉得有点不可思议，那个涨幅、那个价位。所以我今天要给你的这支股票啊，各位，我不晓得我现在侧标上面所写的你认不认同，你觉得我侧标上面所写的是一种呼口号，还是一种画梦？因为我知道这阵子很多人，很多投资朋友们，你们都是觉得说你们心里有很多的辛酸跟苦楚，不好意思讲出来而已。因为你们不好意思承认说这一波上涨的过程当中你们都没有赚到大钱，甚至你们买的股票都不会动，每丁每当。就好像我12号我昨天重播嘛，那天不是说确诊两例，那个恒大跟那个康纳香，那天不是涨停板吗？我跟你讲，你有做生技股的，你有做生技股的，来找清君。我之前听到有人讲说什么生技股要走主升段的，我告诉你，来找我，你卖个金啊，真的来找我，我帮你解决，好不好？我知道你这一波没有赚到大的，没有关系，没有关系。现在这个时间你让我来，上半年我跟你讲，行情很精彩。飙股的行情真的会超乎你的想象，我没有骗你啦，真的。所以你现在不要觉得妄自菲薄，哎呀，大盘今天跌62点，哎，是不是要结束了？没有结束，还会再涨的，还要继续涨，要涨到让市场疯狂。但问题是现在市场还不够疯啊，因为很多人还在保守啊。我昨天看57台，人家一个主持人问他说，问那些现场的来宾啊，你们对这个盘是不是要举圈举叉嘛？那在座的分析师、在座的专家好像只有一个举圈，其他都举叉，对这个盘是有疑虑的。正好，正好盘继续涨，所以我跟你讲，来爆波段好不好？爆波段，我们赚大的。如果你先前没有赚到的，没关系，让我来，我们来爆波段。我要让你一次先前你没有赚到的一次这一支全部赚回来。好，讲到这边，我侧标所写的你相信了吗？你认同了吗？老师，说服力好像不够，三根涨停不够看，真的不够看是吗？你以前有没有写过？有啊，我有写过，我有写过这句话，我有写过这句话，叫做嘉玲，我有写过，我有写过这句话。我记得那时候我写这句话的时候，很多人也是觉得不太相信。1月8号的时候，他拉到涨停板，拉到 87.1 的时候，我跟各位讲说，这会不会是下一支的郁金光？你知道吗？很多人不相信。
很多人不相信哎，因为它跌下来了嘛。这一天一月八，在这一天呢，后来它跌下来了嘛，休息个三天，然后很多人说：“哎，这个不会是下一次的郁金光，不会的，不会的，老师你不要骗我。”这是 IBC 啊，导播，切糕，这一支股票。大涨，大涨而已，54.2，今天92.8，我54.2开给你看的时候啊，那个时候还没有到啊，还没有这三根呢、啊，好像一根半还是两根，我还记得。各位，我那时候侧标写说不够看，真的不够看，真的不够看，大户真的又要疯了，大户的股票真的都很强。我侧标上面写到的不够看，各位，今天已经来到了92.8了。可是我不信，我不相信。老师，我不相信。那我们来验证吧，我们就来验证吧。我最喜欢跟各位做验证了。光达今天 Intel 出了一个光达的利多新闻，我跟你讲，要改变世界。要改变人类的生活，车载镜头、手机镜头已经出现的跷跷板效应了。一代新人换旧人，长江后浪推前浪。当大力光的拉回来，当大力光的落寞的时候，各位，新的应用、新的镜头即将也要改变很多人的想法。今天嘉麟拉到涨停板，我很低调，就像今天的汉讯拉到了涨停板，我也很低调，不要问我有没有买。老师，青云5386，青云你也拉到涨停板了，我什么都不要说，我还是很低调。我的绩效，我的股票，你觉得啦，可不可以叫我第一名？我跟大盘的预测，我对大盘的预测，我对股票的看法，我对股票的一些推荐，你可以叫我第一名吗？老师是会不会有点臭屁啊？第一名，真的，你叫我第一名，你真的要叫我第一名，你真的要叫我第一名啊！98.5的华讯 VCR 导播 check out 这支股票。涨停板，我记得21号公开，那个时候在62.2，隔天被打到跌停板56，这一天嘛，62.2这一天，然后隔天被打到跌停板，我那个时候也收到了很多人的非议啊、责难啊、嘲笑了、谩骂了，什么第一名，然后是什么第一名啊，哈，什么天域赢家。还说什么天域的翻版？老师，你骗人！说我骗人，说我在吹牛。那个时候跌停板56块钱，一直到今天，叫我第一名，叫我第一名，大户，各位啊，嘉麟。大户的嘉麟今天拉涨停，大户的华讯今天拉涨停，大户的这一支，大户知道要卖拼这支了。哦，老师，汉讯拉涨停，华讯拉涨停，各位，
这一支股票。涨停板，29号，你们买的价位大概22块多，22块多，我都没有开。为什么没有开？因为收盘没有涨停板，所以我都没有开。但是今天各位涨停板了，我可以开的。汉讯加华讯，今天汉讯涨停板，华讯涨停板，各位正达。再创波段新高，做什么的？保护玻璃、手机、苹果，加上车载。很多人常常问我说：“老师，你是怎么挑股票的？你是怎么找股票的？为什么你的股票都这么强？为什么你的股票都这么飙？”因为我有你没有的资讯，因为我没有，我有你没有的情报。但是今天我要跟你分享，我要告诉你核心知道的事情，核心知道的事情，我现在跟你讲，我现在告诉你。你今天看我节目，别人没有看我节目没有关系，他们不知道算了，你看我节目你一定要知道。我跟你讲好不好，即将要发生的大事，这一支股票会涨到哪里？你们知道吗？会涨到哪里？你们知道吗？它叫做一路飙涨停，各位，涨停，涨停啊！天域，老师155块，老师你开盘的价位才多少钱？导播，切糕。涨停板63.2开，63.2开，63块，公开全市场，让大家知道说天域大户的必喷包股叫天域。老师，天域我没有听过，我没有听过，好冷门哦。老师，我不要做天域，天域不会涨，63块你公开，你说必喷，后面会怎样？我不信。155，结束了吗？结束了吗？天域。所以我跟各位讲，天域在里面的股票真的都很强，我没有骗你，我没有骗你，我没有骗你啦，真的啦。我跟你讲哦，今天这次股票啊，你打电话进来，我电话直接跟你讲，我跟你讲代号四个数字就好了，好不好？我刚刚有出来有交代，我们线上助理，待会观众打电话进去，你就在电话中告诉四个数字就好了，这支股票代码就好了。讲完之后挂掉电话，节省大家的时间。今天大家有看我节目，各位，这一支我就不信你赚不到大的。我就不信你赚不到大的，各位，看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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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谁在里面啊？各位，涨停！我再讲一次，各位，我再讲一次，我标题有涨停两个字的，真的都很强，真的都很强。秦凯，你知道秦凯昨天涨停板，我没有上节目，好可惜哦。12号那天你看到嘛？这两天你都看到秦凯，对不对？12号的表现嘛。哎呀，真是太可惜了。哦，如果这个话，我应该可以好好的、好好的，不是，就是摇摆操不一点。
涨停两个字，标题有涨停两个字，各位，标题有涨停两个字，真的很会涨，真的很会涨，标题有涨停两个字的，我跟你讲，真的都很会涨，标题有涨停两个字的，哦，所以我说标题有涨停两个字，每一次哦，我给各位字卡送字卡给大家的时候，我说标题有涨停两个字，后面都很强，你给我时间嘛，你给我时间，我用行动来证明给你看。标题有涨停两个字，标题有涨停两个字，哎，合情控今天哦，差点涨停板呢，差点涨停板呢，合情控，爱普涨停两个字的爱普，各位，我跟你讲，标题有涨停两个字，来，现在打电话进来，我电话告诉你这次股票的代号。好不好？股民也可以啊，如果你想知道股民，其实你知道代号你就知道股民了嘛，自己按按就好了。比如说台积电2330嘛，啊，等一下你打电话进来，我是举例啦，我们就在电话里面告诉你2330，哦，你就去打嘛，你就知道是什么股票了，好不好？当然这不是台积电啦，我刚刚是举例，电话打进来，我在电话里面告诉你代号，四个数字就好了，节省时间，讲完过完电话，各位，这一支股票。好好爆波段，记好哦，听好看好哦，爆波段哦，要让你一次全部赚回来。如果你的股票没当诶，没有做、没有动、没有涨的，或这一波你还没赚到大钱的，这一支一路飙涨停，打电话进来，这一支股票听好哦，在电话里面跟你讲哦，告诉你四个数字代号哦，一路飙涨停，好好把握住。进广告。2021贵气金牛来报道，188超值限定，让您油气冲天，无往不利。超值专线02-8512-5858。亚太国际证券投顾官网服务欢迎莅临，请搜索关键字亚太国际投顾，顶尖团队，顶级享受，软体下载，专业研究。亚太国际证券投顾02-8512-5858，全新的操盘策略，全新的尊荣服务，创意理财尽在亚太国际投顾02-8512-5858。涨停，涨停，又涨停，你抓住了吗？亚太国际精英团队，眼光犀利，经验老道，专业领航，强势获利。亚太国际投顾陪您拥抱财富，02-8512-5858。2021贵气金牛来报道，188超值限定，让您油气冲天，无往不利。超值专线02-8512-5858。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就会产生一氧化碳，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甚至意识不清。想保命，跟我这样做：一、热水器迁移至屋外；二、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三、改用电热水器。诺克奖祝福您，洗澡通风保安康。操盘战将，各位，我跟你讲啊，要登啊，要登吼，要登啊吼，要登，要登啊！哎，老师，标题涨停两个字，哎，对啊，对啊，对啊，啊，你懂了没？赢家啦，真的啦，天域，天域的赢家，苍佑，苍天保佑的苍佑。11号公开，
利息啊来不及了，十二号、十三号，吼，老师都开高走低，开高走低，好烂哦！哎呀，真是的，你也不看看谁在里面，什么人在里面啊？天域都不用讲了吧？哎，天域都不用讲了吧？天域就不用说了吧？对不对？以盛五二四三的以盛，华讯六二三七的华讯，规矩老师这位做几次涨停板？几次？会几次？啊，我刚不是有暗示你的？我刚不是暗示你了吗？这一只不得了，飙到吓死你呀、啊，喷到你不敢买啦！我跟你讲，爆了、哦，明天自己去买。今天知道这只股票的，明天你赶紧去买哦，我不干涉，明天你自己去买。哎，爆爆波段哦，一根涨停板你不要卖，两根涨停板你要忍住，三根涨停板你真的要忍耐，不要乱卖，好不好？这只股票要让你一次全部赚回来。如果你的股票之前，老师我之前买什么生技股然后都不会动的，老师还在逆势下跌的，或是你没有赚到大钱的，各位这一支一盖一盖给你好了啦，一盖一次让你全部赚回来。电话打通，电话里告诉你四个数字就好，代号好不好？电话里直接告诉你一路飙涨停，这个股民他的代号是谁，是什么股票，来电告诉你。明天见，拜拜。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2021贵气金牛来报道，188超值限定，让您油气冲天，无往不利。超值专线02-8512-5858。亚太国际证券投顾官网服务欢迎莅临，请搜索关键字亚太国际投顾，顶尖团队，顶级享受，软体下载，专业研究。亚太国际证券投顾02-8512-5858。全新的操盘策略，全新的尊荣服务，创意理财尽在亚太国际投顾，02-8512-5858。